偏闪术，左边来了，第张鹏树来了，张鹏树。Hallo, ich komme aus Tainan. Wasserstraße, Bootsfahrt. Okay, 就请你找你右手腕的这边选项。来，我们会传两边的手，来两边的手收进来哦，手不要放在栏杆上，右边。Das ist die Tour。我记得你来过。这部电影呢，当时在开拍，然后到完整取景，都有专门的水门在控制水位。如果涨潮太满呢，我们呢船没有办法进来哈、哦。那啊、退潮呢，水退太多的话呢，哎、太低，船只呢又很难开船了。比较低啊。啊，离境局呢，就好比我们的海关单位，它最主要是来收税金使用的局处。水门的后面呢，在。那我们现在看到呢，在右手边经过一整排树呢，树干比较黑，比较瘦，这是另外一种红树，它就是兰李，兰兰的兰，木子李。兰李呢，在红树林当中叶子最小。那我等一下会传来这边照，这边挥挥手打声招呼。新年快乐！哎，龙年大吉大利！啊，小心呢、啊，我们这个。未来的国家栋梁跟你讲新年快乐啊！左边低头喽，我就是螃蟹的家。拜拜。那洞口有多大呢？螃蟹就有多大。其实在这个海上，看一下。Immer schön bücken, tief hängende Äste。国际古战场，真人宫呢从路。好了，前面呢这座桥它叫海宝桥，你在过桥的时候可以回头起来看一下。哦，我们在这个桥的对面呢有一幅刚刚经过绿色隧道的图片，所以过桥的时候可以抬头起来看一下它。好了，我们可以跟呢Durch die Brücke durch。左边树上挂了一条条青辣椒，是水滴仔的开心鸟。先看到是谁叫做孔强啊？好，孔强，你说什么？南部真的有。点五防火之后才可以愉快。谢谢各位家人朋友，先关了音，谢谢。来下船之前哦，别忘你自己的随身物品先看一下，记得要带下船哦。那你坐在左手边的话，麻烦手不要放在栏杆上面哦，啊，手不要放栏杆啊，要靠近危险。出国往左，对，来救生衣呢，只要帮我绿色输送带，没关系。Das war sie, die kurze Bootstour, 30 Minuten. Die kleinen Kanu. Alles Liebe. Aus Thailand.